只能看着圈圈旋转，转到中午忘了吃饭。我原谅不了我，为什么网速只有500？我给我打开椭圆看着空白，忘记验证码要更改，转了10分钟我才发现，我只能看着圈圈旋转，转到中午忘了吃饭。我原谅不了我，为什么网速只有500？我看着群组大家哭完，尽管分配好的期待，读完了网站，我只能够离开。如果你有票，请你联络阿乖。